孤独恶魔和棉花糖恶魔是谁？谢之恶魔居然能修改记忆。大家好，我是阿树。本片开始，我将带你按时间顺序盘点电锯人漫画和官方小说中出场的53只恶魔、魔人、武器人，并按 SABCD 五个等级做战力排序。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观看。孤独恶魔初次登场，官方小说最佳拍档，以魔人形态出现。消灭他是秋进入公安后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基野和秋的第一次合作。孤独恶魔使用黑色的十字弓，但被他的箭射中的人不会受伤，不过他在意的人会死。这个设定在小说中特别扎心，因为秋被射中胸膛后并没有人因此死去，可见秋内时没有任何一个在意的人。考虑到小说中孤独魔人能和身为公安的秋基野过招，魔人实力我给到 C 级，但孤独恶魔本身应该很强，毕竟在手机没电的情况下谁还不怕孤独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完整的小说内容，可以关注我，我近期都会安排。小说里的四个故事真的特别棒。番茄恶魔初次登场第一话，特殊能力能从种子里复活。我是比较好奇谁会害怕番茄啊？难道是不爱吃蔬菜的帕瓦吗？不过想当初番茄是叫做狼桃的，名字确实有些吓人，但能被电刺手持波吉塔干掉，恶魔实力第几？恶魔波吉塔初次登场第一话，真实身份未知。能力动物形态的波吉塔非常可爱，完全体状态下的战力爆炸，除了拥有四只手，还能甩出链锯把人拉到面前或困在原地，而且恢复能力极强，曾在太空掏出自己的心脏扔回地球，并在只有一颗心脏的情况下在落地前完成肉体恢复。魔法攻击是通过吞下恶魔抹出其对应名字和相关概念在人间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可以看我这个影片详细讲了他的设定以及他为什么是地狱的行刑者。波吉塔之后成为电磁的心脏，帮助电磁成为武器人，恶魔实力 S 级。棉花糖恶魔初次登场第一话，能力未知。关于这个恶魔的身份是在电锯人动画的官方设定集中提到，也算是解答了读者多年的困惑。不过能被幼年人类电磁干掉，恶魔实力第几？丧尸恶魔初次登场第一话，能力把契约者变成丧尸。在第一话中被刚会变身的电磁秒掉，死后被马奇马支配，虽然看着不强，但至少能控制大量人类，感觉对普通有道德感的恶魔猎人来说会比较难缠。恶魔实力 C 级。支配恶魔初次登场第一话，能力能支配在自己主观意愿上觉得比自己低级的存在，这个存在可以是动物、人、死人、武器人、魔人和恶魔，也能间接使用这些人的契约恶魔能力，获得类似空气炮、瞪谁谁死、短暂预知未来的力量，甚至能控制这些低级存在强行和恶魔签订契约，比如控制傀儡恶魔的精致人偶和地狱恶魔签约，可以说是常年在恶魔超市里零元购了，真正意义上的白嫖恶魔。剧情中支配恶魔最初的人类身份是马奇马，对人类友好但极端，爱好养狗和养人，还是波吉塔的完全体黑巨的死忠粉，在和电刺合体后转身为纳尤多，恶魔实力 S 级。肌肉恶魔初次登场第二话，但在动画中被删除，能力控制接触到的任何肌肉，并对小女孩有特殊爱好，不过被刚学会变身武器人的电刺干掉，恶魔实力 C 级。蛋蛋恶魔初次登场第三话，能力控制人类互相袭击蛋蛋，考虑到他豪取地球半数人类的恐惧，实力应该不俗，恶魔实力 A 级。昆虫恶魔初次登场第三话，以魔人形式出现，有上下两个口气，被电刺用斧头干掉，魔人实力 D 级。血之恶魔初次登场第四话，以魔人形式出现，也被称为电锯人和大便恶魔，能力能把自己的血变成武器，且喝血越多则会变得更像恶魔，对应缺点则是放血过多会贫血。血之魔人帕瓦性格嚣张，自称本大爷，喜欢杀虫子还歧视人类，但其实很胆小，不敢看鬼故事，不爱吃蔬菜，不爱冲厕所，而且撒谎不脸红，甚至能自己骗自己篡改自己的记忆。在番外中帕瓦真的认为自己救过小小红，逼着后者一定要道歉。而血之恶魔的完全体也曾在漫画后期短暂登场过，魔人实力因为考虑到他打不过蝙蝠恶魔，暂时定位 B 级。海参恶魔初次登场第五话，能力未知，但吃下去应该会很补，死于魔人帕瓦从天而降的锤子，考虑到他能震慑普通的民间恶魔猎人，恶魔实力 C 级。蝙蝠恶魔初次登场第六话，第二季中也短暂的再度登场，能力会飞且能用音波攻击，梦想是吃光人类，最后死于武器人电刺之手，第二季中被蟑螂恶魔压死，由于他能打败魔人帕瓦，恶魔实力 B 级。水之恶魔初次登场第九话，纯情少女一枚，梦想是和男朋友一起吃光人类，但恋爱脑一般都不会特别强，恶魔实力 C 级。狐狸恶魔初次登场第十话，本体在京都，对人类友好，
和公安内多人签订契约，尤其喜欢人类帅哥。看对眼的话，契约代价只需要可再生的皮肤或者头发，对应的把自己的不同部位供契约者召唤，但无法在密闭环境内出现，比如地狱里或者其他恶魔创造的领域内。恶魔实力 A 级，鱼之恶魔，初次登场第13话，被基野和秋干掉，能力未知，但看起来味道应该不错，灵感应该来自于伊藤润二的鱼。恶魔实力 D 级。枪之恶魔，一个暗秒出场的大场面恶魔，造型压迫感极强，第一次被提到是在第13话，正式出场是第75话。第一次出现是13年前，当时人类为了对抗恶魔，枪械买卖非常泛滥，进而加剧了人类对枪的恐惧，增强了枪魔的力量。之后枪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出现，五分钟干掉了120万人，接着又突然消失。等他再次出现，是被美国总统以全美国人一年寿命为代价召唤出来对抗支配恶魔马奇马。但他一现身，在七秒内先干掉大量特定年龄和出生月份的男人和小孩，不确定是为了发泄还是为了增强人类的恐惧，并且枪魔拥有极快的移动速度，但依然被马奇马用多位已支配恶魔的力量打残。在他逃至早川秋的尸体变成魔人后，由武器人电子亲手干掉。恶魔实力 S 级。对了，漫画里被枪之恶魔干掉的人员名单是藤本树从老家电话本上抄的，为了让老家的人能被更多人记住，他居然做这种事情，他真的，我哭死。希望他回老家的时候，乡亲们能好好的谢他。永恒恶魔，初次登场第14话，能力创造出一块在空间上无限延伸的区域将人困住，比如永远走不到头的酒店八楼和无限延伸的水族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他本魔的力量，还是吃下枪魔肉品后才获得的。考虑到概念性恶魔一般都不会太弱，而且他还帮电刺创造永动机拿下诺贝尔奖。恶魔实力 A 级。幽灵恶魔，初次登场15话，能力幽灵恶魔的身体能被人类看到，但无法被人类和人类的武器攻击，不过可以被恶魔或部分恶魔制造的武器伤到。他虽然有眼睛但没有视力，靠着猎物散发出来的恐惧来判断位置，但也许是时代变了，害怕幽灵的人少了，导致幽灵恶魔在几次出场中表现并不好。恶魔实力 B 级。诅咒恶魔，初次登场第24话，能力能看到人类的寿命，在契约者用钉子类武器刺向目标并献出大量的寿命后，诅咒恶魔立马出现完成对目标的击杀，但被能被复活的对手完克。基于电锯人恶魔越强契约代价越强的设定，诅咒恶魔的恶魔实力至少 A 级，对单无敌，对群感觉略差。武士刀恶魔，初次登场25话，以武器人姿态出场，形象参考自地狱男爵里的发条男。恶魔本体可能是在被动情况下被移植成人类的心脏，恶魔能力未知，但靠他成为武器人的武士刀能力非常强，在武士刀拔出左手后可变身为武器人，且左右手和头部就能伸出武士刀，并能抵抗高速跌落，还可以使用速度超快的聚合斩。武器人实力 A 级。折之恶魔，初次登场第25话，能力除开基本的物理攻击外，还能吞下或吐出其他物体，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战力。幽灵恶魔就曾经在败给蛇之恶魔后又被吐出和秋作战，甚至这个吞吐能力也适用于人类。在蛇女和刺客的终极一战前，他对武士刀透露可以用大蛇带他们逃跑，因此推测蛇的吞吐能力适用面应该很广。恶魔能力 A 级。未来恶魔，初次登场第31话，能力让契约者看到短暂的未来，但仅限于看到，能否应对由契约者自身的能力决定，属于顶级辅助。不过未来恶魔本体应该超强，恶魔的实力和人类的害怕程度有关，而众所周知，对未来焦虑的人可不比怕被踢蛋蛋的人少，所以恶魔能力我给他 A 级。之前未来恶魔一直被关押在公安设施内，但在秋战死时能在房顶上看到，不确定是出逃了还是藤本树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而这样画。希望在第二集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恶魔乐子人。鲨鱼恶魔，初次登场第34话，以鲨鱼魔人的姿态出现，能力是在固体中游泳，适合暗中行动，比如窃听和刺杀。他也是从头到尾听命于马奇马的角色，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恶魔，有一定战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地狱他曾是黑巨的眷属，狱中还多次救下黑巨的人助力电刺。试问谁不希望有这种能让自己骑着跑的兄弟呢？魔人能力 B 级。暴力恶魔，初次登场第34话，以暴力魔人的样子出现，但即便是魔人形态能力也过强，因此岸边安排他戴上毒气面罩抑制他的力量。在地狱和暗之恶魔一战时曾展现出魔人完全体，拥有四只眼睛，甚至还能从嘴巴里伸出手臂。不过虽然身为暴力恶魔却爱好和平，不清楚这是恶魔的本意还是受生前记忆的影响。魔人实力 A 级。天使恶魔，初次登场于第34话，爱吃冰淇淋且食量巨大，还特别不爱工作，因此也被称为摸鱼恶魔。能力是吸收碰到他身体的人的寿命，
之后可以从头顶的光环中用这些寿命制成武器。武器强度由使用寿命的时长决定，目前展现过消耗千年寿命的武器。而且天使恶魔自身的身体强度也不错，翅膀能抵挡子弹。不过虽然身为恶魔，他对人类的恶意并不大，曾经和一个村落的人快乐地生活了很久，直至马奇马支配他屠村，让他无意识下吸走了所有人生命，这也导致他对吸收人命有罪恶感，时常会梦到被他杀死的人来找他，但这段记忆被马奇马封闭了，直到天使恶魔死前才唤醒。恶魔能力悲极。蜘蛛恶魔初次登场于第34话，平时以人类姿态出现，生气时会恢复恶魔形态，伸出一共八条大长腿，脸上有类似拉链的装置，特殊能力传送。他对马奇马极度忠诚，和暗之恶魔一战时曾在地狱响应马奇马的召唤，以自己为容器将马奇马召唤到地狱。恶魔能力 B 级。好，以上就是截止第一季动画完结的时间节点，一共出现的26只恶魔，另外27只我会在下一期放出，包括可爱的鸡之恶魔和猪之恶魔，以及强大的战争和饥荒恶魔。盘点不易，如果这期内容给到你任何之前不知道的信息，请一定点个赞告诉我。咱们下期见，拜。